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我在旅行时最爱品尝各地的美食，尤其是客家人在各种料理上都会摆上一勺香喷喷的油葱酥，这就是我今天到访新埔的目的之一。哇，这个油葱酥啊，是我从小吃到大最忘不了的味道。也是人家都有乡音当为做的，我们客家人很会做的。很会做的。好，哦，那请那个太太教我怎么做好不好？没问题。哦，所以只要把这个皮剥掉，这样就好了嘛。这边这样，哦，这样就是香它的肉的部分。哦，它其实就是把这个剥掉，然后就是直直的这个外层剥掉，就一层就好了。制作油葱酥没有高难度，新鲜的红葱头去头去尾切片，将猪油加热后便可下锅去炸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在等它，应该差不多可以的。差不多可以，好好好，那我们来放这个红葱头。这让我想到小时候啊，我阿婆做这个红葱头，对啊，几乎都是同样的过程啊。然后它是有一个诀窍，它是说就是这个炸放进去啊，只要有一点点变色之后，就马上转小火。这边也是一样嘛，就把它泡着。不大一样，不能用泡着，因为泡着到时候你那会焦掉。这个要这样子要炸多久？它变成金黄色的话就可以了。变金黄色就可以了。哇，它的那个香味现在开始好香哦。油葱就是吃它的香味啊。对啊，其实这个油葱啊，我就觉得就是以前啊，像吃米粉啊，然后咸汤圆啊，什么都会加这个红葱头。对对对。哦，现在就差不多了嘛。差不多了，你看它已经转成金黄色了，对不对？你就把它捞起来。我把油沥干。对。哇，这个颜色好漂亮哦。对啊。原来啊，像我们以前阿婆她都是把它泡着，难怪是那个红葱头看起来是比较暗的。然后现在这个台狗刚刚教说，这个只要一炸熟之后啊，把它捞起来，所以它的颜色非常的漂亮。难怪我以前看到的，跟现在看到的有点不太一样。好了，这样就是成品了。哇，老板为我准备这里非常有名的油葱头配板条，我现在要赶快来品尝。就是这个味道，很熟悉的味道。